网络上流传着空腹吃水果会更健康，但是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空腹吃，像是生香蕉含有抗性淀粉，那因为它这个像是纤维，所以有些人胃不好容易吃了拉肚子、腹胀或是腹泻。那另外呢，像某一些水果含有酵素的水果，凤梨、奇异果、木瓜，那因为当您在胃溃疡的时候空腹吃这些含有酵素的水果，也会容易造成胃不舒服的现象，所以记得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空腹吃的哦。